a beautiful accident. 这个杏仁的 croissant， 它里面有好多糖，机器里面全是它溢出来的糖。家里面没有别的水果，要说草莓的话会好看很多，但家里只有香蕉了，也香蕉吧。早餐做好了。It's a beautiful accident. 我今天打穿那个奶泡。 我就觉得那个质感非常好，哎，这真的是靠练，因为现在怀孕了，我想说多喝点奶，所以我最近呢就是喝拿铁喝的比较多，嗯，练手的机会就多了一些，哇。All right, all right，吃早饭。早饭。做什么做？哦，这吹的。 嗯，酥脆，嗯，好脆，嗯，香，先把喝一口。吃到一个很可爱的婴儿的小东西，真的是谁送的？他的小帽帽，小舅舅，这个帽帽，他应该戴不下。你像济公。<笑> 这是什么呀？小裤裤。这是小裤裤，这是high waist，还有一个小衣服。哇，天啊！太小了吧！你看看，这样一套。太乖了。然后还帽帽，然后还有鞋子，这谁送的？太可爱，哇，这个好看耶！好乖呀！天哪，这是被子吗？好舒服呀，摸起来。就是啊。太可爱了吧 ！Who did that？真不错。哇，他以后要这么大，6个月就要这么大。 哇，这很大耶！你看，天哪，这也太大了吧！小朋友的东西怎么都这么可爱？哎，现在人太会做了，真的太会做了。这是个鞋子，天哪，它的脚就这么点儿大，这样。今天一天没有拍，但是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做好了蛋黄酥，今天做了2盒24个。 站的有点累，然后现在呢，我准备来给它打包一下，就是做的过程没有拍在视频里面，但是呢，我给它拍了照片，我会把做法应该会分享在小红书吧，或者在 Instory， 我会 po 一下做法，大家可以去看。然后现在准备来给他们double。刚才我们试吃了一个，哇，超级棒！今天我的那个麻薯做的好好吃，我觉得都挺成功的。唯一有一颗，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它下面这样爆裂开了，所以这个应该我们也会留着吃。然后接下来的呢，应该就会给他们打包起来，送给邻居，祝他们春节快乐。 包好啦，我还准备了一些个旺旺大礼包，因为他们好多都是家里面有小孩，我也不知道送什么，反正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让他们都尝一尝吧。我们现在要想一想谁要送多少个，后面我们自己还留了一些那个破了的，就我们留着自己吃吧。OK， I know what to do. 大家早，今天是周六，这一周都没有在 vlog， 我们其实周天回来的，这一周呢就是在忙着。 把猫姨的第一个视频剪出来，然后今天终于到周末了，然后我的视频也发了，但是如果还没看的话呢，我会给它放在这里。这次的猫姨 trip，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休闲的那种感觉吧，就希望可以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快乐。但是呢，因为这周我一直在剪视频，所以。
家里面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收，我的箱子到现在都还没有 unpack 完毕，然后家里面呢今天也想要打扫收拾一下，所以今天就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打扫一下，然后 reset 一下。正好我都没有跟大家讲，我其实去猫屿的时候非常神奇的紫外线过敏，应该就是 UV 过敏之类的，就是最后两天吧变得比较严重，但是幸好就是在它要严重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应该就是太阳晒的。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之前去夏威夷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人生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只有怪孕期的荷尔蒙可能皮肤很敏感，而且每天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夏威夷要出去什么的都有在身上脸上狂涂防晒，但是我的整个脸这个地方然后连着脖子然后还有手臂就是过敏了，起那种小红点点，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痒。早上的时候呢会好一点，可能到了中午稍微晒了一下之后下午就开始痒，这是为什么回来这几天呢也都在调整，就是在让自己的皮肤休息吧。我也没有用什么产品啊，只上了最简单的那种保湿乳霜，然后让皮肤自己恢复。今天呢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其实完全也没有很严重，跟上次我们去夏威夷被晒伤比起来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就是有点可能干燥脱皮，然后这两天我觉得可能稍微好一点了，然后可能也可以上镜了吧。然后回来的这个礼拜迪伦也一直在上班，今天很早就走了，下次我就知道我们出去玩了回来可能要提前一天回来吧，然后有一天可以在家好好调整休息。我们是晚上回来的，第二天一早就开始投入工作了，之后就这一个礼拜都感觉好像那个气没有喘过来的感觉，然后就想利用这个周末呢好好调整一下休息一下。对，你可以帮我把箱子抬过来，我的箱子都还没有收拾，然后这是回来洗了晾好的一些衣服，今天也要给他们收拾起来。收拾收拾房间超级真实，我的两个孕妇枕一个在这儿一个在那，我现在用这个用的比较多。还有这里这么多东西。 OK Let's get started。Oh, hello.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一个批发市场鲜花，它倒是没多大，好像。嗯，不错。这是兰草。这个不就是我们在越南市场看到的那个吗？满载而归。小心一点哦。奥斯汀的那个比较贵，那我们今年开了都得起飞了。你能开这么多吗？对不对？今年可能不行。
对，那个玫瑰再老一点。辛苦种了两年，然后把所有的花全部剪掉，找到一个卖花的好地方。都要大规模的种。对。不过这个花确实已经都开谢了哈。这是不是看起来太简单？不会，第一次用这种插花，还蛮酷的。不同角度是不同的美。今天情人节，我们在家吃，不想出去了，准备给他做一个他最喜欢的那种大牛排骨。我不想做那种韩式，就是松茸蛋口味的，今天就做一个这种番茄洋葱味的，应该就是放了很多个番茄，我今天用了两个大番茄，一颗洋葱，然后待会儿再进去调味。我现在正在穿烫这个牛排骨，待会儿给它炖上了之后呢，我还准备做一个橄榄油蛋糕，我之前做过的，听起来好像有点恶心，但是很好吃，就是那种清香的味道，柠檬的 zest， 所以就吃起来很清爽，很好吃，然后稍微健康一点的。今天迪伦正好在家，所以早上呢我们就出去吃了个早饭，去了一家 OC 这边的花店，然后买了很多花回来，还买到了奥斯丁玫瑰，哇，超级美。我在家里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帮我剪视频，所以就让我放个假。这么大一坨，我过来剪一个 rosemary， 待会儿好装饰那个蛋糕。超级香。我的蛋糕凉的差不多了，我先准备来给它先转移到这个上面。哇。下雪了。下雪了。看这个呢，哪个比较好看？大的吧，大的吧， cute。今天还有好吃的牛肉，我在炒菜，我给你吃了。今天简单的晚餐，炒了一个青菜、番茄、牛排骨，还加了土豆和红萝卜。Olive oil cake， 这吃不了，明天早上当早饭吧。So pretty， 还有土豆，因为都烂了，趴掉了。拌到饭上，骨头搞起来。哇！我给你夹一个出来的样子吧。好的。哇，脱骨了，太爽了！这个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九年，九年。呜呜。我给你打十星，打的五。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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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了两个小时。So good.、嗯、so satisfying. 哇。来吧，展示。哇，它在肚子里狂动，我也想吃。哇，我觉得比我以前做的好吃，这次柠檬味很浓，柠檬和橄榄油的清香在里面。哦，给你尝一下。好。You like it? 怎么了？想要喝咖啡。明天早上。好好吃。请大家吃一口，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家里的咖啡豆用完了，新的还没有到，所以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抹茶的拿铁 avocado toast 加水煮蛋。我可能更晚，我要看情况。哦。这个是我这个花瓶着的这个树枝，它放在这感觉好奇怪。我现在准备出门去趟 Whole Foods， 因为我本来想要去买一个面包，还有一袋那种面粉。我本来想说晚一点去的，现在中午了，然后我不知道要吃什么，家里没有吃的了。Whole Foods 那边不是有熟食吗？正好去买一个午饭，然后就去超市把东西买了，这样我也可以出去走一走，就相当于出去活动活动吧。钱包、钥匙、我的手机。应该就这样。给大家看一下我那天插的花，养牡丹不是很容易倒吗？结果这次它完全没有倒。那它插起来的小秘密就是这个底座叫做剑山，然后它就可以这样插在这儿，完全不倒。哎，就我那天看别人讲这个花，养牡丹买回来之后，它的叶子要全部给它去掉。我是去花市买的，所以它本来是泡在有水的桶里的。如果你是那种寄来的，干了很久的，你可能要泡4个小时或者更久。但是这个呢，就泡1个小时。然后有一个误区，好像是它的水千万不要泡多了，把它没过到差不多这个地方就行了。然后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它依然非常的挺立，太棒了。我好困，我刚才开车过来可能打了3个哈欠。唉，晚上就是起来了好几次，然后感觉昨天没有睡好。买完东西赶快回家吧。我本来只是想快速的买个午餐，顺便买点东西，然后就回家的。结果买了一堆东西，买了很多新鲜的菜 ，kale， 然后是4块5。还是4块15，然后我就买了3个。其实 kale 我也不知道一般怎么吃，我很多时候是蒜蓉炒，如果是中式的炒法，要不然就放在沙拉里面，要不然打在 smoothie 里面。哦，今天我去看到它就是非常有食欲。然后番茄、柠檬，买了一个 basil， 因为昨天我们看电视，然后迪伦超级想吃盐酥鸡，我也很想吃，所以呢买了一个鸡肉，然后今天晚上看可不可以做一个盐酥鸡。牛奶和燕麦奶，其实我家里面的都还没有喝完，但是呢快要喝完，可能剩1/3了。我想说我都在这儿了，我就买了吧。我其实主要是想去买这个 bagel， 这个牌子里面的成分什么的挺好的。然后这个 bagel 里面一个里面就有11克的蛋白，然后13克的 whole grain， 蛮好的。我纠结了一下，还是买了一个原味的，就是又可以吃咸口的时候吃，又可以抹 cream cheese 吃。买了一袋咖啡豆，没有喝过的一个牌子，味道应该是我喜欢的，所以买来试一下。我们很喜欢那个 Intelligentsia 的Classic Espresso， 然后我们就订了它的那个 subscription， 就是你可以定时间设每周啊每个月给你送一次那种的。结果我们就喝完了，然后就不够，然后这两天就没有咖啡，然后整个人就是，所以我想说先买一袋这个放着吧。但是迪伦好像说新的已经寄出来了，应该今天或者明天就会收到吧。杏仁的酱，我今天看到他那里有卖桃子了，是这种油桃，就感觉很新鲜。今天还另外一个主要想去买的东西是这个面粉。我是那天在看就是一些别人教做面包的视频里面，好像说这个 King Arthur 这个牌子的面粉比较好，所以我想说买来试一下。但是呢我是想要买那个 whole grain， 就是全麦的面粉，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没做过，然后我看大家评论好像说味道会有点难接受，我就不想要买那么一大袋。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应该是那种欧式欧包的那种面粉，我想说先买一个这种小袋的来做，来试试看，如果我喜欢的话呢，我再去尝试大袋的 whole wheat 面粉。然后这次呢就买了一个什么都可以用的面粉先来试一试。我也买了一个它这个品牌的杏仁面粉。前两天我做那个橄榄油蛋糕，那个里面就要放这个面粉，放了之后它会有一点点那种带颗粒的口感，然后吃起来就是还，反正我觉得层次更丰富更好吃，所以这个就是会放。 Yeah，就是这样。超级饿，
我赶快吃饭啦。这边是一点蔬菜，西兰花什么的，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 chicken masala， 下面有一点点饭。嗯，尝一下这个花菜。嗯，花菜我喜欢吃那种稍微有一点点干干的，然后焦焦的会比较香。然后我还咬了一小坨 mac and cheese。嗯，它这个芝士味超级浓，好满足。看一下孕妇的食量，我全部吃完了，不错。这炼乳好爽，它要放100克的糖啊！我不想放那么多，放40克。Oh my god， 巨好吃，但是它是有点那种黏黏的感觉。天哪，这个绝了！它要求100克的糖，我只放39克。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半糖开始，然后再往上加。这样，我先装了一些在这个裱花袋里面，想说待会儿如果要做蛋糕的话留着用。然后剩下这些呢，我就准备给它倒在这个容器里。说话八字不消，来看一下。咦，好像还可以耶。这样吧，不，我本来是想要做虎皮卷的，但是它没有什么虎皮的感觉。Oh well。Change of plan， 我现在好像给它放太冷了，然后它现在肯定卷不起来了，就是有点硬。我准备就是做那种蛋糕盒子好了。做好一个盒子，看，好看吗？好看。就这样 ，OK， 做完了，做了2个这个盒子，待会儿给它冻起来。然后还剩了这么多芋泥，我准备留着，改天再重新烤一下那个虎皮卷吧，看能不能成功。今天早上的 moment of truth 时间，我只放了一半的香蕉在这儿，因为我想说我应该吃不了这么一整盒吧。好期待 dig in， 先不要香蕉，先就吃一个这个。哇，它要是有肉松就好了。嗯，哇，这太好吃了。大家看一下，完全没有过甜，蛋糕也不是很甜，然后芋泥也不是很甜，麻薯也不是很甜，所以整个刚刚好，太爽了，这一口下去超级满足，而且非常的扎实，应该很顶饱。So here's my love letter, entrusted to the weather, I ride across the waves and flow through the clouds. Yeah, when it's delivered,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You can't send it back, or keep it.